刚来的，你再来再来来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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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还有四分半，快快快！我先拿进来啦，来来进来，五分钟哈，进来，来来进来，来来进来哈，快来快快来，来。世宏，哎呀呀呀呀！世宏，你在哪里？来吧，我们先跑吧。大哥，十点进房哦，他进来。快来，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快快快！他这个办十点哦。好来。没有，因为参加今天这个三分钟是讲，比较特别，就是做生日，我们想到应该是比较不一样，做这样的。他想说比较不一样的关系，有点亲切的家人。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讲？他老公今天给你这样的婚礼感觉？一般人就是办公室摆摊，然后也是这样子，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说？老公爱你。来啦，来盖印一下啦，盖一下。来来来，用印用印用印，用印，用印啊！要要来，千里姐啊，多嘴，让你印我家富贵哈。然后一夜夫妻就是因新郎新娘得来烧金，和恁感情日日深，哟。你听下过来，来，来来来来来，爸爸妈妈来，好来来来，你坐得起，坐得起，来，跟我讲一下，讲为什么会想要吃这个？天到了，咱家要进榜来，这两个给你。咱今日说的时阵呢，就讲那出面见面要坐无，那要到跟边。来，新郎新娘要该请入榜好，啊，你温柔爱爱归世人，阿莫心肝骨拢受伤啊，做来看亏，得来斗三角。所以讲哦，我就来甲办一个这个古早的这个婚礼吼，有一个规范伫个，所以我嘛提供这个场地。啊，拜六讲要结婚啊，哦，会当来阮遮水哦，因为阮遮桥啦、物件遮全部拢规条边边，有一个结婚哦，这灯笼结五百外粒，吼，啊，这灯笼先用这个。现在刚儿子这样办，然后办得非常好哦，这娶新妇足赞的，我跟你讲，未娶紧娶娶，太未结紧结结，吼，非常欢喜，吼，啊，今日感谢大家哦。来来，感谢赞助，小心哦，心情好用，感谢大家，谢谢。下有时间啦，会去甲你讲，要介绍介绍新妇，会叫台湾电话，电话问我先来哦。哎，为什么你想要办这样婚礼？环保地毯。哎，环保地毯啊，环保地毯，所有环保地毯哦，里面好，那个棉棒跑，又是电子跑，音乐取代，快补充，非常好。那么今日呢，我请了热门电影的中破赛阿基赛来办这片啦。个咱有这个中华婚庆顾问公司，几啊台机将来给你布置，那天时大时，礼品话吼，我不是无公关的来给你做交接，所以讲吼，王顺天点头来，所以做啊足好势。哦，感谢大家啦，谢谢。更好都给你宣传的，咱台湾要传播出来，台湾电影城赞啦！谢谢谢谢，好，感谢啊感谢，稍等下哦。大家借由大家热情的双手，我们准备要来正式进场。首先，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男方主婚人进场。掌声欢迎我们的男方主婚人。是的，我欢迎我们的皇帝。哇，掌声鼓励一下好吗？我们的男方主婚人，我们的林董事长以及我们的董事长。我们今天早上的鼓礼的迎娶，那么同时现在我们正式的宴客，非常感恩感谢在场的嘉宾，是不是给我们的男方主婚人再一点热情的掌声好吗？谢谢。有请我们台影文化城我们的董事长及夫人请入座，紧接着下来我们来欢迎
的是我们的女方主婚人的进场，掌声欢迎我们的女方主婚人。我们看到了，这是我们今天的新娘子琳，亲爱的爸爸，以及呢我们家中的小妹，那么呢特别从国外的地方呢飞回到台湾，一起呢来进行我们今天这一场婚礼盛事。再给我们的主婚人，女方主婚人热情掌声鼓励好吗？谢谢你们，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可爱的小花童进场，欢迎我们的小花童。是的，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小花童，如同我们的小天使般，带着非常非常象征着很多很多希望、很多幸福的信，我们的气球缓缓的进场。我们再给我们的小花童热情掌声鼓励一下吧，谢谢我们的小花童。紧接着下来，我们要以更热情的掌声来欢迎的，正是我们的男女主角的进场，掌声欢迎！哇，我们的男主角宗仁以及女主角子琳，在今天完成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也就是步入我们婚姻爱的礼堂。谢谢大家今天带给我满满的祝福，再次热情掌声祝福他们好吗？谢谢。签上彼此的大名，也象征着签上我们对彼此终身的承诺。来，我们将我们的这个拿过来哦，拿到后方。好，来，我猜啊，到头来哈，有弟兄的，我希望也当记录到这一刻。来，好，现在此刻，我们要首先邀请新郎官签上你的大名。好，邀请我们的宗仁，代表我们一份永恒爱的承诺。接下来我们的女主角子琳也签上你的大名，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我们的仪式正式完成，那么呢在两人呢相守一生，即将要用更多更满的爱来共同经营他们的人生。来，我们两位请再站近一点，我们手牵着手，我们呢将以深深的一鞠躬来感恩感谢今天与会的所有的嘉宾朋友们，百忙之中带给我们美好的祝福，谢谢大家，我们鞠躬感谢，谢谢你们，谢谢，感恩感谢。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男女主角踩着幸福的脚步缓缓地入到我们的主桌当中。好的，那么现在邀请我们的男女主角呢入到我们主桌的同时啊，在这里我也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咯。如果您觉得我的声音有点啊，你小塞小塞哈，你在那里都为我听过，那么肯定咱在空中曾经做过好朋友，空中做过好朋友的这同时呢，曾经子琳在台南的 Touch 电台，也曾经在高雄的港都电台也服务十多年的时间了啊。那我是子琳，子琳也邀请呢我们今天呢跟我们的这个有你真好婚礼规划的全体同仁呢共同来圆满他们人生当中呢如此美好宴客的这个时光哦。好，那么紧接着下来，在我们的现场当中，我们有几位已经与会的嘉宾朋友，那么我们也在这里呢一一的介绍一下。那么待会如果介绍到您的时候呢，我们也邀请您可以起身站起来。一开始我们安排这一首这些，咱今天的领档的哈，咱档的
经典的一定要播的一个音乐。你说因为我们这白河所在的位置非常靠近我们的关子岭，我们关子岭我们都想到去泡一个非常舒服的泥浆温泉，对不对？所以呢，要代表我们这个地方性呢的一个歌曲呢，就是这一条台湾民谣关子岭集鸾，我们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为大家做呈现。